没有办法定价，哎呀，他爆蓝气了，失误了，一气代抄渣取消，可惜，可惜。这里真的是把闪电加跳低假盘猫脚再次吃鸡进攻，又加满半格气了。 M 大师没想到，哎，堵了个车龙，可惜星弹没掉，而是吐口水，感觉天绝。 M 大师 M 大师现在手上两气加射，他还有机会，资源这么多，血这么多，星辰现在没有资源了，下一笔斩兵兽 ES 的收拢。我去啊，怎么办？ M 大师现在又被星辰关到板边，瞎射现在血量不够，但是有资源。哦呦，星辰第一轮最后一条命了，最后一条命。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大家看的也是非常刺激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爽的话打个爽，重拳压力降成功，带走库拉吗？要不要接两气？接一气就可以了。星辰来自于黑龙江啊，东北的选手，那现在比赛来自于日本 M 大使的齐家社，最后的这一口血不着急，哎，等他过来吧。星辰打切反，给他玩了一回应下飞，漂亮，星辰又赢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恒龙哥游戏解说直播现场，大家晚上好。现在的比赛来自于拳皇十五，本场比赛日本 M 大师对战中国星辰，星辰来自于东北啊。这一把星辰的首发珍妮特再战对方的牙刀，牙刀是 M 大师的招牌啊，他的库拉要站起来了，哇，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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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动我也不动，来我们两个看谁先动，你动不动是那啥，你不动我不动啊，哎，你看哎，但是下盘摸奖成功了，现在星辰要倒堆了，两个人深情对望，缺反完喽，库拉没喽。这个圣龙堵的，哎，M 大师换了打法啊，防守反击型的，星辰这里缺点两气，哎，万丈正气，帅啊，前冲小跳的重拳，那压制德鲁方中断，直接确认上方都是齐家社手底，而且 M 大师现在掌握场上血量上的资源上的优势啊。我靠，星辰这是什么情况，吃牛肉干了吗？来看这场对决，来对齐家社对战齐家社，跳 A 前冲下贼抢招没成功，对方 AB 了，哎，那是现在三级在手不活，哎呀，这个逆向又被星辰下贼破掉，星辰刚才这个判断对方的压制，发进进攻，下路下方用这射啊，不要赌了，跳 CD 压制，星辰被防破坏，重拳带 BC 点歪喽，一气接顶点取消，星辰哇，还应该还有一点血，应该死不掉。对 ，M 大师这把应该说没有太大问题了，星辰只剩下最后这一口血，而且他手上还一气，还有24秒，斩情拳封掉，